很多人都有头痛的问题，这不仅给他们带来了身体的痛苦，也给家庭和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影响。虽然很多人尝试了各种方法来解决头痛问题，但并不是每个方法都能得到很好的效果。如果长期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，可能会导致后遗症。幸运的是，运动可以帮助缓解一些头痛问题。此外，负离子大师产品如负离子护头护眼和帽子也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。很多使用过的人都给我们提供了有效舒缓头痛的证据。如果你正在面临头痛的困扰，不妨试试负离子大师产品。今天我们还有很多优惠配套可能适合你，让你在解决头痛问题的同时享受到更优惠的价格。